第二十五题，下列关于氧化剂与还原剂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知道，如果我是对氧活性大，我喜欢把氧抢过来，然后呢，让别的东西还原，让我自己氧化，所以我可以当做是好的还原剂。如果我对氧的活性小，表示我不喜欢氧，那我得到氧之后，我老想把氧送给人家，那么让别人氧化就会是好的氧化剂。所以选项 A 说，对氧活性小的元素，其氧化物可做还原剂是错的，应该是对氧活性小的元素，其氧化物可以当做氧化剂，而我们的选项 D 是对的，对氧活性大的元素可以做还原剂。所以第二十五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关于氧化剂与还原剂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对氧活性大的元素可做还原剂。